级数学活动本下册161-68页。七、空间活动一，立体。A， 写一写立体的名称。一，正方体。二，球体。三，圆柱体。长方体。五，圆锥体。六，正方棱锥体。B， 以下的物体像什么立体？填入英文字母。正方体 ，B。O， 长方体 E H N， 正方棱锥体 J P， 圆柱体 A F L， 圆锥体 D I。M， 球体 C G， 是什么立体？写一写。左起第五个是正方棱锥体，右起第七个是长方体。把所有立体分为两组，一组涂上蓝色，一组涂上红色。活动二，立体的特征。A， 写一写。顶点边、平面、顶点、边、平面、曲面、边、顶点、边、曲面、边、平面、曲面。圈一圈，答案可超过一个。有曲面的立体，有顶点的立体。活动三，立体的排列，空格里应该放哪个立体图？涂上颜色。长方体、正方棱锥体、长方体、圆锥体。活动四，立体的模型。A， 数一数。三个正方体，四个长方体，三个圆柱体，一个正方棱锥体，一个圆锥体，五个正方体，两个长方体，两个圆柱体，四个圆锥体，六个正方棱锥体，零个球体。模型是由哪一组立体组成的？画勾。
请帮忙订阅、点赞和分享关丹小精英安亲中心的 YouTube 频道，谢谢。